好，今天我们主要复习一下这个活部的彭捋几按。好，首先这个复习，我们先做一个左靠啊，往左侧。好，那么向前两个彭啊，撇脚，向前两个彭，上步。左棚，好，再回身，撇脚，上步，啊，注意上步这个脚经过这个腿的里侧，然后再上步，棚，好，做一个捋，捋，好，撤步，捋，好，做一个急。急，按，好，反方向，扣脚，扣左脚啊，上左，开左，开右脚，急，按。我们再做一遍啊，请放音乐，再做一遍啊。好，首先我们做一个靠，好，左靠，好，预备，走，向前棚，棚，捋。活步的彭捋几按，今天就习练到这里。